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。今天是2023年1月10日，来玩这款《我的门派》，这是一款今天网络科技代理的修仙模拟经营养成手游，于1月10日在台湾、香港、澳门正式上市。游戏里我们扮演着掌门人的角色，透过各种建设、研究阵法、招收和磨练弟子，不断战斗，提升修为，一步步壮大自己的门派，透过地图中的探索或击溃敌人来获得珍稀宝物，有朝一日飞升化神并成为一代最强宗门。开局漫画风格介绍剧情，我们坐在电脑桌前，与一座宝塔穿越到修仙世界，创建角色形象可男可女，睁开眼睛映入眼帘的是小师妹。小师妹虽然是引导者，但也会跟我们一同作战。玩法上为门派经营建造，广收弟子并加以养成，组队外出探索世界地图，获得资源，击败妖魔敌人。总的来说，玩法比较新鲜有趣，自由度也高。接着就是我试玩的游戏画面与体验。OK， 来吧，我的门派。好，来看一下公告。好像有点问题耶。哦，你好像有点炸服，部分玩家无法登录。我来重开一下吧。好，登录了。它所有有点怪怪的啦，不太能用。那我的门派这个游戏，我之前有去玩过陆服的版本。好，就阿宅打电脑穿越嘛，跟着这个宝塔跟穿越到这个我的门派这本书，是不是这个游戏里面去？好，穿越了，这边要自己点啊。好，自己点。我这是怎么了？周围怎么一片漆黑？前路亦是归。好，今天是1月10日。好，今天开服的。这是我的宿命。原著上说有部分玩家不能登录，到时候会有补偿。这款我那时候玩起来的感觉是没有说很换皮，比较新鲜一点点啊，整个玩法。就你可以招募弟子啊，然后去打怪啊、组队啊，就是门派的掌门嘛。好像跟小师妹一起当掌门吧。这边你可以选一个吧，选择两个是不是？好。常言道，常言道，众生如浩瀚集聚，投我吧。踏入此境，前世皆如梦。走吧。好，这边可以改变你的外貌，随机，有点搞怪这样，有点搞怪。哦，你可以自己弄啦，你可以自己弄。特征可以不要啊，脸型可以圆一点，或尖一点，身材就是衣服嘛。好，嘴型的话就微笑就好了，眼睛你这是猫耳吧，你这一般的眼睛。好，一般哦，赵雨林，赵灵儿，阿姆，好，穿越啦，穿越啦。他叫我们师兄还是师姐啊？没有，他没有称呼。哦，这个角色是水墨的那个笔触啊。哦，他叫我们师姐是不是？他叫师姐啊。那如果你选男的话，就是叫师兄咯。门派就小萝莉啊，小萝莉门派来的。好，整个画风也比较好一点啊，没有那么换皮。然后是比较复杂的那种图形，对不对？比较复杂。
我那时候玩路虎也就试玩下下而已，没有玩后续。那我就觉得蛮好玩的，想不到这么快就上架啦，台服就上架啦。然后那个流量还 OK， 那部影片流量还 OK。正常来说，你如果做一个影片，花一到两个小时。假设你去打工嘛，打工一到两个小时大概就两三百块嘛。对对，那你一个影片可能就是要有两三千的流量，三四千的流量才可以打平，大概是这样嘛。所以我说做影片只靠广告的话很难，不如去送外卖，不如去打工。但是就比较轻松嘛，就自己玩玩游戏这样嘛，做自己想做的事嘛。好，我们来招募弟子，你看我们就磕头跪拜，好可爱哦、喔。然后这个都是随机的脸啊，看你要不要这样，你可以自己去挑。全收了啦，好不好？全收了啦，不在乎。好，巨灵阵。就是你这个你们的门派是在这边经营建造嘛，但是是固定位置啊，哦，没有说很自由的建造，可以改变位置啊，改变方向啊，然后是 2D 的嘛，然后你这些地址就可以组队去打怪，然后我们可以打坐，小师妹跟我们就要去升级嘛，没有队伍世界。那我们就去世界历练，世界地图还蛮丰富的哦。就是你要这样一格一格六宫格，然后探索门派什么的，就是有一个地图探险探索的玩法。这个是门派任务，然后这边有任务嘛？他说中期地址。没有丹药嘛，先返回好了。嗯，我们这边可以探索一下，然后可以离开，也可以不要。我们先在附近探索一下，然后有时候也可以遇到怪物，可以打怪一下。好，可以给地址佩戴一下，小师妹，还有丹药，好，这个是阵法，九宫格之后有一个阵法，好，出战，这人物很小啊，你像那个豆子有没有，一小颗这样。好，出力之劫，我们准备去清风山，然后遇到一个魔道史诗，在这边，当然是把它打爆啊，对不对？一箭上阵，已经五个了嘛，然后到时候有灵宠是不是？回放克制关系，人妖魔仙灵有点复杂，循环，然后什么伤害20%，伤害10%，好复杂哦。有人会想要记吗？好，魔道史诗全自动，这张系统全自动，然后有加速功能，五个角色嘛，主角就我跟小师妹啦，两个人，其他都是弟子而已。好，我们要去什么清风山，获得大量灵石，有个随机让你选这样。前往碧游郡，我这边有一个任务，主线任务。好，到达了这个碧游郡，我们可以把那个门派搬过来，是不是？
好，真的，那边有一个矿场，我们去那边探索一下。你可以随时回去修炼你的地质，有弹药的话可以炼。我们要探索这个废弃矿场，比如说我们回去山门，就队伍是队伍啊，山门是专门，山门是山门。升级一下，突破，好，突破了，这也可以，来吃一下，吃一下，哇，不够了，不够了，没有弹药了，没有弹药啦，继续探索一下。好，有武器穿戴一下。好，探索探索，搜索。我看一下哦，门派废墟，有看到门派废墟吗？讲半天我都没看到，这个是不是？这里有武器耶，战力的话我比较高了，1880，所以我应该能打赢。反正这种战斗系统就是比战力游戏嘛，谁战力高谁赢。那通常我们可以越战啊，越战一些些吧，通常。还有内丹，修为。全部都加上来了，采集，好，武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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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这个是气劈而已啊，并不是武器，可能到时候你要自己去练气，练武器。我先探索一下啦，我知道我们要去那个。哦，这边有一个炼机后期，我可能会打不过，他可能就是拦路虎啊，不让我们过去。反正我们先来这。哎呀，我要死掉了！太强啦！道友留步。好，这边还有主线任务，我们要在碧游郡继续探索下去，所以我们只是探索，还没有。这边是门派任务啦，然后这个点开之后是主线任务，没有东西啦，哦，没有东西啦，这边过不去。诶，这里有东西。好，继续打，继续练功啊！有一个木矿场，它指的是这里吧？好，这边要探索的怪还蛮多的哈，蛮多的。来吃一下丹药，他们可以突破了，突破，提升一下战力嘛，对不对？突破，啊，突破啦，不用吃丹药，不好意思，按到了，按到了，再来一下，再一下，好，那差不多这样，我们。主线任务这边说需要去搜索这个废弃的牧场嘛，我们打这个后期，930啊，但我们一定能赢，我们已经2000多了，好歹我们已经升过级啦，炼气中期啦，为什么每次都他弹哦？
这位啊，负责坦怪的。修为，我觉得修为比较好哎，我觉得啦。好，获得了资源，魔道魔宗。好，击败了这些拦路邪修。拦路邪修在哪里？不知道，他要告诉我们。你点击的话，告诉我们在哪里。哦，那就有路线图。我们把界面看一下吧，把这个整个界面看一看。好，这是我的门派，门派升级，然后拥有练习后期，然后建造一座灵矿场。福利的话，没有福利，这边没有看到。秘文，秘文就我们的主线啊。然后任务，每日任务。好，商城看一下哦。这是台服啦，我知道陆服有，我想说就今天来玩台服。这是特权礼包一和二哦，然后累除八日签到，缤纷礼包，特惠礼包吧，然后手厨。这边会有地址，你可以招募一下。这边，但是我现在地址人数已经满了，然后13个人，先不用管他啦，到时候你一定会玩，他一定会教到。然后聊天室这边有一些第一天嘛，所以频道上有一些人在聊天。好，地址。这个是目前的时间，是不是一些事件？然后队伍，这五个有练嘛？加我们小师妹跟我们站立在下面吧。然后这些都200多而已。然后灵宠目前也没有灵宠。然后世界地图我们去探索。好，然后我们三门就是可以建造嘛，因为有些建造的东西到时候可以用。现在都还没有。你要这边去清理完成，这些都还没有啦，我都还没有。好，这边可以缩放。好，来打邪修碧幽郡，那就先玩到这边吧。这个游戏我会想要一直玩下去啊，暂时我会想要一直探索下去。我玩到这边，我就想要继续想要把它壮大我们门派嘛，然后把附近的地图给探索完毕，把怪清掉，然后招募弟子、养弟子这样。好，那我们就玩到这边吧。好的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